关心到地方建设，为了改善潭子区的发展，并衔接未来国道四号延伸到台中环线丰原潭子段的系统，中央跟市府是共同出资1亿1500万元，来打造潭子区祥和路衔接丰原区连村路的道路开辟工程，而预计2018年的2月份就能够完工。台中潭子区与丰原区常年以来因为焊隙的阻隔，缺乏东西向道路的连接，导致潭子区周边区域发展受到限制。为此，市府争取台中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打造从潭子区祥和路延伸到丰原区连村路，全长1061公尺的道路工程。这一条路在我们吉祥路口每一天几乎都是塞车的，很感谢营建署林市长就任之后就全力支持，在106年我们就动土了。那原来预定是明年农历年可以，明年刚好除夕那一天可以完工了。那后续的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市政府这边它有它整体的一个路网上面的一个思考，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配合市政府的部分，我们会全力来协助，全力来支持，包括捡回的部分，包括启程的部分。这次工程除了平面道路外，还要建置一条跨越焊隙的桥梁。中工处表示，焊隙会有汛期问题，工人们又在桥面上施工，增加工程难度。此外，祥和路起点还需要征收拆除一处3层楼民房，目前征收案已经通过内政部核准，将请屋主自行拆除，并给予优惠奖金予以补贴。是因为这个路的起点在祥和路起点那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些民房的拆除，3层楼的民房拆除。那这个我们跟市政府一直在跟这些住户在协调。那征收案呢，我们也经过内政部通过，那我们会积极来跟地主协商，那希望我们提供优惠的方式，由我们屋主来自拆，那我们提供这个自拆的这个奖金。建设局表示，这处位于丰原和潭子交界处，过去是三不管地带，地方盼了超过10年，终于展开工程，预计108年的2月完工，更可串联未来国道4号延伸台中环线丰原潭子段等多条重要道路，打造当地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记者林轩台中特报导。